贾静雯从演员挑战浪姐，让大家都很意外。在最后一个舞台结束后，她终于说出参加的最大原因。22日，她先是公开自己最后一个舞台的美照，并谢谢自己突破了。之后，她又发文公开自己参加的原因，原来是大女儿的鼓励。她说本来想了100种理由，果断拒绝。她觉得很幽默，怎么会找上自己？结果梧桐妹一听到这个邀约，就鼓励她：“妈妈，你要答应哦，因为我想看到你接受挑战，而且你都鼓励我们要勇敢接受不同的挑战。”现在碰到挑战了，你的勇气呢？为了成为孩子的榜样，贾静雯真的答应了。不过她也坦诚，压力真的好大，很不容易。但回头看，觉得真的每次的努力，跟大家一起吃的苦，真的太幸福了，也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除了谢谢女儿，谢谢自己，还说尘封的这段旅程，真的是我一生太难忘的时光，并预告未来可以继续接受挑战。发文短短时间，就涌入大批粉丝留言，直呼你真的好棒，崇拜我的女神啊！Bye.